大家好，我是林元虎啊，今天很高兴来试到这一台神驹。那这一台呢是传说很梦幻的一个 S2000， 从 Honda 它很少打造后驱车，你看，但是它做的 NSX S2000 都是一个经典之作，而且它有完美的配重，还有一个双 A 倍底盘的悬吊啊，加上它的一个NA 高转的自然进气引擎，所以整体开起来是。 就刚才是开，感觉就是非常舒畅、很均衡这样子。当然有时候会觉得说低速，哎，好像有点不足，但是你只要转速一上来的时候，哇，整个很开心啊。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的外观啊，整台外观是装 Amuse 的一个宽体套件，轮框的话跟轮胎，它现在轮框是装 RISE 的轮框啊，轻量化锻造。那轮胎是选265/35/18的一个热熔胎。 哦，所以刚才 RES 刚才在开的时候，哦，遇到小碎石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哇，就觉得很黏。那卡钳的话，它是装 Endless 的一个前六后四对向的活塞，所以在刹的时候，刚才是整台车很均衡啊。那我们看它车头做得非常的长，有没有？在 Amuse 的包，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很突兀，那就是整个非常有霸气的感觉这样子。 尤其它的一个轮毂这边抱归起来，感觉就是，哦，好性感！好，现在要看一下它的引擎室。我的引擎室啊，也是非常的轻，因为原厂就已经非常轻了。那这轻量化的引擎盖之后，它有这个散热孔，多了一个排气效率。你看，现在眼前看到的就是一个无限的集气箱哦，这在高转的时候，尤其。 开的过程中，你觉得那吸气声，哇，我觉得 VTEC 的吸气声真的是很棒，然后就哦哦，怎么就是会咆哮这样子，然后再来就是看到，你看它的引擎是属于在我们的前轴后面，所以它的就等于有点是前中置，它的配置性是非常好，开起来的均衡度很棒。那它的避震器的话是装上 JRZ 的3位。 那3位它就是多了一个本来是做伸缩侧可调，那是它在缩侧的部分又多了一个高低速，啊，再去做拉侧的调整。这个调整的过程是很复杂的，需要花蛮多的时间去做调校。但是调完之后，它的Q 度啊、极限啊各方面，我觉得都很好用。它这个高转平衡度很好的，加上吸气量特别充足的无线集气箱，还有这个底盘搭配，嗯，还有轮胎热熔胎。 我迫不及待，等一下在山道来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测试，来完整的体验说这一台的反应跟回馈。好，走吧。 现在准备开始，然后这个地面是有点半干湿啊。啊，现在一开始上路的感觉，这方向盘的回馈啊，蛮清楚的。这个让我有点感觉像到，大家有没有看过苍蝇？有一种苍蝇是会在空中这种盘旋，然后会忽然瞬间的移动，瞬间的移动。 它现在给我的感觉指向性就是这么的清楚。那因为配重的关系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，车头重还是说车尾反应慢，它就是哎呀回馈蛮直接的。 VTEC 开，完全表情是不一样。这刹车真的很准。好直接哦！开。开一开。我在弯中连续弯好犀利哦。 然后刹车是配 Endless 前六后四，有高低差，轮胎就打滑。哦，连续弯，忍住，地速扭力比较没例外，所以你的路线啊、油门、刹车点都要比较准。 假如错过，比如说摊油门，你不要为了不让转速掉下来，但是你摸了油门，可能就会让你会让你绕很大圈。哇，赞啊！呜呼！这根本就是一台比赛车的。 速度机器，哦，这底盘真的很贴，哦，一直保持在高转呢，好嗨呀！ 尤其在连续弯的处理，它车头反应真的好准哦。那你看，我们现在比如说刚才是很在干地的情况下，现在进入连续小路，你看这进入它树荫非常的多，你看地面就开始变得湿滑。那你们注意看哦，两旁几乎都很多是落叶哦，然后这边是非常的滑。除了落叶之外，这个路段蛮有特别的，就是说它很多路面是会有高低起。 是往外倾还是往内倾？哦，它都会让你影响到你的抓地力。哦，尤其比如说，我们这个是属于现在装的是属于热熔胎嘛，它在干地抓地力很好，不然遇到半干湿的路面的时候，那个抓地力落差就非常大。所以在自己的控制下，就记得。 速度差要马上的降下来，不能一面的啊一直速度很快的冲进弯。应该这么说，今天开了 Wolf 的 S2000， 今天我要让 Wolf 笑不出来。这一台就是照我的设定，真的很好拍。它除了虽然动力不大，扭力不大。 但是它整体的操架跟均衡度是很平衡的，你的游离时间是非常少，动作都很犀利，啪啪啪啪这样一直去，这感觉很棒。都流汗了，好久没有流汗了。 哦，回来到车场看到这么多车辆在电影里面出现的，心情还蛮激动的。但这是一个汽车整备厂，然后我们回来看到里面很多周边的车都是电影里面出现的赛车，尤其你看这一台，哇 ，RWB， 这是周杰伦在电影里面开的车，我来就进去坐一下，看会不会跟周董一样帅。哇，这个椅子包覆性不错哦。嗯，酷！我看到电影里面的86，全部的外观套件都是 Lucky Bunny 的套件，我还真正的是有缠斗的画面，这车子去在争先的时候去碰触到这。这个电影很用心啊，而且这个套件全部都是用正的。好，今天试驾到此啊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电影院啊看我们的叱咤风云，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赛车氛围。不是只有赛车哦，是整个团队运作，然后也多多关注我们，虎兰二人组。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导演刚好来了。导演是 S2000 的热爱者、爱好者。哇，这一台是西亚，好漂亮哦，整个亮晶晶、很绵。嗨，一仙。哎，你咋？谢啦，谢啦。刚好才刚好拍完，有没有？导演刚好前几天我刚好带小朋友啊，还有我老婆这样一起去看。刚好这个看到这个非常的，好像深入其境那种感觉，觉得说你拍这部影片应该是很辛苦，你要考虑到车队、赞助商还有车手各个层面的问题。你有没有什么跟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？因为我会拍的很有，就是我会想拍这本，因为我经历过里面每一个角色的经历。我开始在比 Go Kart 的时候，我就很像杜杰克，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我就又是想要耍帅，就想要好像赛车好像很容易把妹，好像比打篮球还是打棒球更厉害，就是对。然后就想说，那开始 Go Kart 嘛，然后一开始就是为了好像这个很帅，或者为了把妹去开始比赛。然后后来是有一种那种英雄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想要，你觉得好像穿上那个很像自己变太空人，或是变成超级英雄这样子，穿上赛车服。那 后来开始有点像莉莉，就开始变得很极端，很要求自己，很想要证明自己在场上。如果看到一个人都比自己快，我不想要输给任何人，就开始想要很想要证明自己，这样，所以你就花很多力气在 Go Kart。我真的最拼的时候，在比那个 Go Kart 联赛的时候，我是一个礼拜有4天都在 Go Kart 场，那时候在龙潭旁边有个极限 Go Kart 场，我每天都在那边练车，然后6日就是在做重量训练。这个过程是没人都看不到的啦，没人看得到了啦。然后好，然后接下来就变成有点像是宋杰反派，就是你真的碰到很厉害的对手的时候，你就是打从心里不想输给人家。对。然后表面上都是然后回去就干，我就是不想输。然后你知道比赛都会这种，哎，不错啦，已经跑得不错了啦，对啦，下次那种我就干了，不逼，就觉得我就不想输给你，我就想要，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干掉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我们也能够理解那个状态。然后当然，李一飞是我们自己开始有了家庭，然后他说有小孩慢1秒，有老婆慢2秒嘛，会想多一点。对，然后而且这个是我自己经历的，就是我们在比方程式的时候，是真的 T10，上珠海 T14是应该要全油门过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为什么速度又出不来，我就明明就全油了，后来把数据调出来说你根本就收油了，你自己脑袋以为你全油，你的脚是你自己收油，为什么你开始有牵挂了？你开始觉得没有那么值得去拿命去拼这件事情。对，那这个也蛮有趣，所以我会把它写到故事里面。所以有点啊，然后后来大家应该知道，我后来弄了一个房车的车队，就叫 Team NASA， 就跟我们的电影的名字是一样。然后我们训练小天、阮经天当我们的车手，然后后来就比，那时候我们还有一起比赛嘛。然后那时候我是以一个车队老板的身份来看，说，哎，如果进一个车队会碰到什么问题？我才知道原来搞一个车队是非常很辛苦啊，每天都在烦恼钱啊，轮胎到底要从哪里来这样子？那所以总和这些就变成我们电影里面每一个角色，因为我都经历过，所以至少我可以把那个状态讲的比较诚恳，就不是假装的这样子。对啊，可惜兰姐不在哦，可惜兰姐不在，那更好玩。对 ，OK， 好啊，那谢谢一仙啦，大家一定要去支持国片，然后去看完，大家分享一下啊自己的看完的感受是什么。好，这部电影很重要，我们希望每个人因为一定会超乎大家的期待，这个我保证。然后，可是每个人的感动的点会不一样，我希望每个人可以很真诚的把自己的感动点分享出去，要不然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很辛苦的付出啊，可能就会变得白费。我觉得如果这样就真的太糟糕了。谢谢，再拜托大家多多分享，多多支持。好，谢谢元仔，不会，谢谢。